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，远远低于其他的同样档次的产品，它的经济发展备受国际的关注。货币政策调整应该是综合的，应该是渐进的，应该是全方位的啊！用经济学的行话说，你们这个自然禀赋。现在世界上任何的经济问题都不能缺少中国的参与，我相信到中国来接受中国最好的教育是我学习经济学的最佳选择。Спасибо тебе, Тинхуа. Ты всегда в моем сердце.